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，没有技能点数啊。这宝箱在哪里啊？在这儿。我不晓得在帮助里面、教学里面有没有特别说，只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就等于就没有告诉大家，其实接近地板的时候按圈也是可以打滚的，就大家不用再特别学习这个技巧。所以就随便在。继续前往我们的俯瞰点。好什么熊？好，把你的熊拿来做熊掌。不是，把你的熊掌拿来做熊掌。什么东西啊？把你的熊掌。哎呦！撞我！不会刹车吗？来，我就开你的车好了。你这个驾驶坐在后面，好晃，这个车好晃。刹车看看。好难开的车子哦。超级摇晃，但它每一种车其实是有差。QAQ， 不要哭嘛，你的熊掌拿来做熊掌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有室内哦。这个是从下面上来的。然后不能爬上去。宝箱，原来金色的宝箱是要开锁的。不用我按，好开心哦。那下去不知道是哪里。我先上去爬俯瞰点。不对，给他们我就没有手了。你不用给他们啊，给我。好多黑烟啊！我说这时候开始大量污染空气了吧？这看起来太惨了。给你不是一样，哪有一样？给我你的熊，你就他们抓着你的熊掌，然后这样打。下面居然还藏了一个床，是谁住在这里啊？居然有人住在这个塔里面。刚刚好像有看到一个新的东西，对，多来一个地点，宝箱又满了，好吧，我只好再回去捡
请我的钱怎么跑这么远啊？A pleasant day to you, Miss. Didi，早上我也看你坐在这里。你现在还是坐在这里？你真的有要收枪的意思吗？你好歹还坐在工作台上那边做做样子。新的人物，哎，我这么快绕一万了，我就先升级，可以拿到更多钱，然后让钱越来越多，这样。啊，这样就火车头，我可以开吗？不行。他是不是等一下要拿铲子开始铲煤了？来观察他一下好了。好像速度有点慢。有加速。没有那个会一直动的，看起来很酷的那一种。华南客区哦，所以我才看到刚刚那个人。哇，这火车好慢，而且他都不想挖煤。我往后走会有些什么 ？Hijackings, raids, robberies, so much variety. I hope you're having a lovely afternoon, Miss Evie. 纪念品赔率是多少？什么叫做赔率是多少？ Nothing like a good solid cane. 都还没有好好逛一下我自己的火车。使用装备武器，哇！买一下东西好了。哎，为什么不让我全部不买？因为我没钱吗？好吧。是说装备武器里面好像没有。没有手枪，哦哟！哇，后面的手枪好强，自动填弹型手枪。这个还隐藏不知道什么嘞。好啦，那继续去灾区，趁现在还蛮近的，赶快走。Hello, Miss. Another dreary afternoon. 我有做错事吗？你们两个？On your go now.
觉得我还是开一下马车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不给我劫车哎、欸！居然有些人会不给我劫车。车子，我要了。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利用甩尾的甩过弯角好像没有用，没有解掉什么东西。Easy, 好奇怪啊！还是因为我甩太小了，他不给我算甩尾。不管了，我要截这边了。这边居然还有两只蓝兵帮忙，帮忙守护。就是你这么快就找到了，我还要活捉你耶。糟糕！别跑！别跑啊！人真是的飞车追逐，我好滑好滑，糟糕！怎么把他赶下车啊？哇！我把他杀了，我怎么会把他杀了嘞？我在存什么啊？为什么我要把他杀了？影片跑不起来、欸，终于出来了。啊，我不小心把他杀了，为什么我是把他杀了？
哇，你就坐这台好了，这可以吗？欸，不行欸。然后目标放入一辆，还有限定哪一辆？我随便一辆不行。后面居然追了一台来。我要匿名。嗯？他不是说我要匿名吗？ Good gracious! What am I to do with him now? 看一下新的左轮手枪，啊，整体性的上升，可是我要升到四等，还没有升到啊。好，这边有人需要帮忙。再来这个好了。点嘞，那今天就这样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他上次也通知我，我有额外内容，实际上我还不能玩。剩下两个，先等啊，弗雷奇夫妇。哎，弗雷奇夫妇，我昨天不是杀过了吗？我印象中我杀啦。衣服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比较高级，是不是？
觉得我需要一台车，不然我会去很久。车子给我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把机枪拆掉，火药就不见了。对啊，我之前开坦的时候就有说了，它是不能拆掉的，拆掉里面的东西就要重放。看起来他还没有解过。双重刺杀目标，那这个任务需要偷偷来。May the Father of Understanding guide us。那有小孩子的声音。And who do you serve? The Grand Master。不要虐待小马，不行。他需要跑快一点，我相信他很喜欢跑快一点。过头了，我没有过头了吧？什么双重击杀啊，这个看起来是会站在一起没有错。Our plan is coming along splendidly, Josephine. 那女生是狙击兵哎。这样我不是很难杀吗？觉得我进去的瞬间就会被看到了。上面有人，上面那个人没关系啊，上面那个人比较远。还是说我应该要从上面进去？我觉得这距离应该会太远。不行，射不中。哎，地板上的可以。这人是在掩体后面吧？我有被注意到了吗？Charing Cross. No one looks for tourists missing children. Huh? At the same time, kill two targets is enough.
飞刀用完了，这边有个人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支飞刀？可恶，没有。哎，他们两个分开了。他们两个分开了，我现在怎么办？空中双重刺杀。空中双重刺杀，我也要有这样的机会啊！他们要走在一起啊！我觉得枪的声音太大了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糟糕，怕他过来，给8块钱买茶叶蛋啊！现在8块买得起茶叶蛋吗？还是现在茶叶蛋就是刚好8块？或许要从另外一边，因为他如果等一下走回来的话，我从另外一边上房子上面去。诶，只有一个，哦，他要过去了。8块钱是两个月前的价格，我记得涨价了。拜拜。最后一个我不会放过你，超坏心。解开去了，我需要一台车。车子就给我吧。搭警车有没有比较快？